刚好又有阳光。来宝，讲价，来拉长一点。三只都一样大。躺在这里没有？姿势也蛮奇怪，是趴在那边。趴是不是？对呀、啊，跟那时候在那边的草鞋一样，趴在草上。现在，这个角度很痒。有。现在啊。我刚才角度是在那个夹缝之间。对。现在这个位置。啊。这三头这个要在。因为山头左边下游的草是起的，对对，然后在起的最边那边，然后一直在这个绳子上去，左边一点点的石头缝后面，它也会继续跟着出来。顶着咱们看我的顶峰，顶峰哪里？穴道。我看它喘得很厉害，真的可能在休息。对。今年比较精彩，今年三只，去年两只。我也是今年第一次来，去年就有来看那两次。而且天气没有这么好。虽然片决定了，我每天晚上6点都会出新的影片哦。那我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哦。